魏王，要是再不动手术，你可就要死了。我还能活多久？十第二，我就说我不会那么短命，我还有十年的时间去讨伐那大耳贼。父王授予天启，怎会轻易无辜？九八七、啊、白人，快砍了他，让他住口。登入就送神赵云，快来下载吧。